这个如家商旅还有那个免费的洗衣机、洗衣液都是免费的，然后洗完后还有一个烘干机，不是很大，5公斤就可以，反正那个一般出差够用。在外面住是那个小区。这是在江苏南京。你可以在这边等待也行，或者呢，你可以先上去，等下再下来。我还有个熨衣服的，35分钟洗衣。